头戴草帽、身穿紫上衣的妇人，手指着店员，好气氛。无论店员怎么安抚，妇人又是挥手又是叉腰，理由竟然是因为芋圆加太多，更把整碗汤扔在桌上。店员被汤汁泼到，气得怒破网。五杯嘛，哦，五杯都吃一半呢、啊。我说那我退你，退你一半的钱，八遍还我。好、哦，我退钱给你，这样子、啊。后来有吗？他把花掉撕成一半，说还我一半。圆滚滚的芋圆，不少人就爱吃这一味。九份必吃甜点，但这回却引发芋圆大战，可能是沟通不良的误会。对啦，他是说他一直说他要，然后我就说那应该是你讲跟我们在咬的那个人，可能没有。甜汤不只有芋圆，都会加入红豆、绿豆跟大豆三种配料，除非是特别要求，否则就是依固定比例配料。而对于这次泼汤争吵事件，店家并不打算追究，毕竟做生意的求的还是以和为贵。记者朱丁龙、杨文馨，基隆报道。